大家好，欢迎来到昆布巨解说三国杀。基友们，两个月之前第23期讲解了过渡狂祭之后，我们又迎来了24期，每逢四就是特殊的豪将篇。那么我们也选在7月4号美国国庆节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来给大家讲解。好，我们废话不多说，因为本期视频内容比较多，我们先看乌突谷。先一个简单的人物介绍，乌突谷这个人物啊，可以算是在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异类，毕竟他是一个蛮国的君主。这个据史诗记载，他有2.77米高，对吧？丈二，不食五谷，以生蛇恶兽为犯，身有鳞片，刀枪不能侵，然后是骑巨象，对吧？去作战等等。他当时在三国演义中，对吧？最后是由于这个率领藤甲军，最后被诸葛亮这个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所以他的技能也跟这个相关。好，我们先看到最大的特点啊，他的血量的总血量是15点。意味着他成为主攻就是16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可以说这个乌突谷是最奇葩的武将之一，很多人其实都并没有见过，或者见过的人也对他有很多偏见，或者说因为他血多认为他很难死，实际上并不是，他其实挺脆的。也有一些人呢认为他的技能很差，所以这个将就很废，但实际上也不一定，血多就可以让他有很多这个可操作的空间。他的技能都是唯一一个负面技能啊，可以说等会儿我们再仔细讲解吧。然后可以出一些很出其不意的东西。好，然后但是呢，总体说来，这个武将他作为一个豪将，是很难直接获得的。当然你可以通过从其他途径去买到。好，我们先不说这么多了，我们先看他的技能。好，第一个技能燃伤。汉人竟烧我大军！屠我全族！对，这是他的皮肤，他的常规皮肤是这样一个，骑着一个小白象，可以看到他人这么大了。当然，我们这个汉勇这个技能，燃伤这个技能，竟如此歹毒！燃伤这个技能，我们来说啊，锁定技，当你受到一点火焰伤害后，获得一枚燃标记，结束阶段你失去 X 体力 ，X 是燃标记的数量。这个武将的技能其实还是挺复杂的，我们还是要来仔细来讲解一下。首先这个燃伤啊，可以看到它是锁定技，只要火焰伤害它就会累积，对吧？而且最有趣的是，当你玩你才会发现，它这个燃伤啊，它并不是只限于这个回合，而是不断累积的。那么就意味着你随着游戏的进行，你的燃的这个标记越来越多，你每回合要掉的体力就越来越多。所以你虽然有15或者16点血，但是其实这个捡起来也挺快的，因为你一不小心，对吧，2点3点一个九火杀，对吧，一些人物的技能，你一下子就可能到4、5的燃伤，那么你每回合结束要掉4血5血，可以说他死起来比正常武将还要快，对吧。好，这是他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也符合他作为藤甲军首领这么一个特点，对吧。所以因此他的操作对于燃伤这个非常强的负面技能啊，我们一定要留闪。对于普通杀、雷杀，甚至是九杀、九雷杀，我们都可以不出闪，一定要等到火杀或者是九火杀，因为你普通的九杀只是对一个回合，但是你火焰伤害直接就两个回合，对吧？另外一方面呢，一定要留无懈，无懈对于火攻或者是铁索连环，对于普通的比如过河拆桥啊，比如决斗啊、南蛮万箭这些，甚至乐不思蜀，你都不需要，对吧？我们后面可以结合，因为我还把它给他强行加了一个第三个技能，我们等会儿再讲。好，对于他克制的英雄还是非常明显的，凡是强制对你使用火杀你很难挡的，都可以作为他的这个克制的英雄，比如剑皇盖，对吧，红色的杀，火杀都是红色的杀，对吧，就不能闪。然后剑马超总体出来也伤害比较高，还有比如说吕布出两个闪，实际上对你也是一种克制，甚至是张飞，对吧，他要是摸了很多个火杀，你也是比较难受的。另外呢，一些技能能造成火焰伤害的也是你的克星，最典型的就是观音瓶，对吧，直接一个锁链连起来火杀，火焰伤害这是最伤的。然后小诸葛的火攻，对吧，包括李儒的焚城，这个都是直接伤害的。还有呢，就是朱雀羽扇这个道具，就有些武将很吃道具，有些武将很怕道具，比如说荀攸就很怕古丁刀，对吧，或者是曹睿，包括这个像这个乌突谷，他就特别怕这个朱雀羽扇，因为毕竟变成火焰伤害，对吧。还有就是铁索连环，只不过铁索连环呢就要更复杂一些，我们后面还要说到，如果敌人，对吧，可以连自己人，然后铁索连环，然后火焰伤害，那你就获得一个燃标记，这是比较怕的。好，这是他的第一个技能。第二个技能算是唯一有用的技能，叛我者杀。我们可以听听他的台词啊，这个配音还是很有感觉的。藤甲军从无对手，不服来战。对，
其实不同皮肤，它这个你看这个皮肤下面还看得到这个稀有皮肤，可以看到它没有骑大象，是在走路，它的声音也有点不一样。我怕过谁？五族善战，何惧蜀汉小儿？他这个就是很自大、很狂放，但是没想到被诸葛亮一把火，对吧？你够狠！你汉人竟烧我大军，屠我全族！狼烟骤起，哀嚎遍野。好，这就相当于穿插一点小故事。这个可以看到他直接用手把别人龙头都提起来了。好，我们看第二个技能，伴我者，这个差了很多，差了很多。题外话，当你使用南门入侵和万念齐发时，如果你的体力值小于游戏轮数，你可以令此牌的伤害加一。哇，这个 AOE 加一也是独此一家了。可能符合他作为南蛮军首领的这个特点吧，只不过很有趣，南蛮入侵他居然要受伤，这是另外一个可能算 bug 吧。好，我们来看啊，首先这个回合数一定要高于你的体力值，那么就意味着你的操作是卖血，对吧？它也可以视为一种变相的卖血流。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忍，忍分两方面，第一是自己多掉血，对吧？像前面九杀这些你就受着，因为很多时候游戏结束了，毕竟你15点血要让你的血数比回合数，对吧？现在这个军争场高节奏，经常两回合三回合就结束了，那么你肯定等不到，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多卖血。同时呢，你手里要是起手刷到南蛮万剑，你手里一直捏着，对吧？我们后面会看到那是你翻盘的关键。好，虽然说完了他的两个技能，但是昆蒙居根据自己玩了这么多场雾突谷，还是要给大家提出他的另外一个，甚至是一个很是他的核心技能，那就是15点血无崩坏。这个跟董卓一比就知道，对吧？董卓他每回合要掉血或者掉上限，但他并没有，所以呢他一切非火焰伤害对他都像挠痒痒一样，对吧？扣一扣二扣三根本没有关系，所以那些伤害都要瘦下来，这样才为自己的汉荣做准备，对吧？好，同时呢他这个燃伤还是要防御，对吧？火焰伤害我们还是要注意，这是一点。然后操作呢，那毕竟他就15点血，那么就意味着他手牌上限高，他可以吞牌，而且他还可以每回合都出杀超过吕蒙，对吧？好，这一点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尤其是最后一轮爆发，那么就说明他尤其适合当内奸，对吧？但是不太适合当反贼，毕竟反贼一般情况下需要强推主，伤害高的 为优势，对吧？那么不太适合作为主攻。虽然看起来你有16点血，但是由于我们前面说了，你一旦成主攻，对面一定会选出这些武将，这是昆仑区的感觉。玩了这么多组，其实主攻胜率比较低的，一看16，而且尤其是大家没见过的情况下，内奸也很有可能一来就跳房，对吧？所以你更打不过，尤其是你那种时候看着自己燃很高，进入到生命倒计时，是吧？非常苦闷，建议大家不要选用主攻，对吧？忠诚呢也行，但是要在一些特定的主攻，比如说嘲讽度比较低的主攻，孙策主你可以选一个，对吧？大家看到你都没有想打你的欲望的。好，然后呢配合这个袁绍一定是你最喜欢的主攻，无论什么身份，对吧？你在中内，对吧？袁绍一轮放箭可以把别人 杀了个七七八八，你这样 好 收藏。你如果是反，对吧？也是七七八八，杀完过后你可以，对吧？动，因为你毕竟血量太多了，跟人根本无法比，万箭齐发对你来说根本就没有。好，他的最适合的配合是小乔，因为小乔一弹呢，弹完过后你可以摸五张，对吧？体力值最高，损失的体力值最高为五。尤其是老小乔，老小乔没有加这个最高为五这个限制，所以网上有视频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这雾突谷把排队都刷完了，对吧？一下子比如说损失，假设雾突谷已经损失了13滴血，那么小乔一弹他摸13张牌，对吧？然后一个五谷风灯又给小乔牌，然后又去杀他，等等等等，有各种不同的手段，网上有这样的视频。但是即便是普通小乔摸五张那也是很重要的，对吧？好，孙尚香呢能给你回血，这也是一个姑且算作一个配合吧。然后呢，由于他有吕蒙的性质，所以他是需要诸葛连弩。好，另外呢，这个铁索连环也是他可以用的。为什么呢？毕竟你血多，队友可以把你当做一个血包去铁索连环九火杀，对吧？或者是甚至是你自己也可以，我们后面就有这样的局，通过铁索连环然后达到出其不意，创造这个战功的这么一种特点。好，最后呢，克制的英雄，对于这个具有吕蒙特点的英雄，那么一般都比较怕鲁肃，对吧？一换牌那你囤半天白囤了。好，总体说来这个武将啊，可以看到他的操作难度虽然是简单，技能定位呢写的是防御，但个人认为他的爆发还是挺高的，然后辅助和控制没有还行，攻击呢毕竟他有一个汉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武将啊，他确实是这个整个三国杀里面设计出来一个异类，对吧？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异类他在游戏中能够发挥出怎样的这个非常非常迥异的特点，对吧？好，昆蒙记一共准备了6场素材，包括两组一中一反加三类，这是为数不多的内奸比较多的，内奸占主要的这么一个局。好，我们来开始啊，第一局我们直接请收下我的膝盖，主攻首选乌图谷，一看我们16点血。好，这局我们先选出武将过后我们再说，先进行一个将面分析，一看李儒对吧，反贼标上介黄盖对吧，反贼标上。好，别的武将呢，孙尚香比较偏中，司马徽是最近一个超级豪将的，这个非常贵，乌图谷对乌图谷也就几百块钱，但司马徽估计要几千块钱。司马徽这个武将啊，今后我们估计是没有机会做的，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他有这个龙印凤印可以给人，就是因为他推荐了这个龙凤嘛，诸葛亮和庞统，然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些技能，反正是一个很强的武将，在没有印的时候他自己不受伤害，对吧？好，然后我们继续啊，这局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局，别的英雄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先标一个钟。好，游戏开始，一开始那么我们肯定要盲黄盖对吧，这个下面马上就是九火杀配火杀，那个画面太美，过河拆桥，我们还可以快一点，顺着天涯顺过来九杀，哎，这黄盖直接掉两血啊，我们也那很好啊对吧，一个苦肉，这一苦肉开始杀下家，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呀，说明他是一个忠臣对吧，那么这个荀彧跟我们补牌又是一个忠臣，两年忠。好，我们继续，我们要把这个声音稍微调小一点点。好，这个黄盖相当于我们这个一波猛如虎，直接一下把这个忠臣忙了。我所用何拆桥？好，这个荀彧忠臣继续往后跳。我公怀行情修下为一，则安天下。大不上天呐！他也是一个跳中的表现，那就是三连中，那后面就是反，对吧？这局也是比较奇特。好，一个火攻，那么我们肯定要救这个黄盖。好，孙尚香。动不了，阳公已领，这个王毅相当于变相给孙尚香刷两张牌，这也是比较不错的操作了。仙人之力，好，到左大仙，左大仙直接一个铁索连环连起来，这个连起来呀、啊，这就非常坑爹了。我们先看一下哈，缥缈不破。到了李儒，一看这个李儒一放大招啊，这个黄界黄盖他如果要让他不掉血，那我们就必须不弃。那一不弃我们就已经对吧就掉血了，如果我们即便弃一张，那么界黄盖也掉血，其实也没有，所以我们不如不弃对吧，要死直接死，没什么可说的。让这一好一个大招我们直接不弃，没办法，无论如何都要掉血对吧，这样还节约我们的牌和界黄盖的牌，这一点大家应该算得清楚。好，走货掉一血也给我们补牌，那肯定是一个忠臣。好，孙尚香三张牌被这个司马徽坑了，直接死掉。好，一个借刀杀人，这一波呀是我没有操作好，可以看到他现在杀我们一刀，我们太轻易了，我们直接出了闪，理论上不该出闪，他没想到有个借刀杀人，直接借了朱雀连刀，朱雀羽扇，这点要提醒大家，有一张闪一定留着，怎么杀都不要出，这是我没有打好的地方。好，我们继续，好，摸两张牌，顺手牵羊，先顺一下手牌看看，决斗想收左慈，左慈有逃救回来，一个雷杀，这波我们考虑啊，这个南蛮我们肯定不要放，这是我们终极核武器，一定要捏在手里，隐忍对吧，忍住。好，我们虽然有火器但是没有什么牌，不用，你看回合一结束三个燃直接掉三血，燃还在这儿，这就非常伤对吧。好，我们继续，二虎进食，一个拼点，他这波呀拼李儒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因为拼我和或者司马徽我们都打不到对吧，没办法，但是拼王姬呢，王姬毕竟刷牌比较厉害，拿给李儒可能没什么用，最多也就用一个他那个灭迹对吧，没有太大的作用。好，直接他把这个龙印收回去，发现又有龙又有凤，看他要干什么。我这一波刚才再说一点呢，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铜甲拿走，我们即便有南蛮，因为这个司马徽他有一个限定技，直接龙印凤印一起弃置，造成至多3点的火焰伤害，就有点像神州鱼对吧，神州鱼的技能了，那么他这铜甲留在这儿是有好处的。好，一个火杀，他这一点呢
就可期江东千里，又是反贼利用了我们这个技能的特点，直接铁手连环连里如一个火杀铜甲传给我们，这一点就看出来我们这个燃直接五个了，这个生命倒计时已经刻不容缓，对吧？必须这回合就结束，最多还能坑一个回合，还能苟一个回合。好，李如吃一个桃，又一刀杀，我们没办法，继续掉血。好，我们回合直接一个决斗果破，让他摸三张牌。这回合其实我们是在考虑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毕竟现在还用不了汉勇，这个南蛮还需要再捏一回合。我这决斗呢也能决斗李如，但我觉得决斗狗货呢一滴血让他摸一张牌也不亏了。不过呢我们可以轻简单的就去杀一下狗货不就得了吗，对吧？把决斗还是该留给李如。好，这是结束阶段掉的血，所以已经不用弃牌了。一看我们只有一滴血了，那么就这一个回合一定要干事情，对吧？一个拼点掉血，一个乐住。好，白银狮子回血木马，他木马直接没有船，估计手里可能也没什么牌，一个无懈可击。南蛮杀，哇，这个狗货没有卖血。好，直接一个夜烟，直接龙运凤印一气，水镜先生获得战功，掉三血，如雨明直接阵亡。好，这一波是掉了多少血啊？我都没有看明白。哦，掉两血，王姬受到两血，李如受到两血，然后狗货也是，哦，他是直接每人一血这么一个做法。他这个打法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吧，反正他毕竟是一个内奸，他让三个人都掉血这也可以了，但是他理论上其实可以，他让狗货掉血没有，不过不重要了，这个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今后再说吧。好，一个雷杀掉血，我们肯定要把狗货救下来，给我们两张牌。到现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就很难打了，这个就没办法。他乐虽然不中，直取雄腹，但他也没什么可做的。精修手背，我们这个五个燃，他只要苟住，我们就赢。反贼就赢了，对吧？好，陈家军从无对手。我们这个汉勇终于用出来了，我们也是对吧？最后图艺术效果，直接一个南蛮，那么狗货掉两血，我们吃一个救不回来，没办法，对吧？司马徽血量太多，我们直接弃光牌，王姬一个九也救不回来两滴血，对吧？这一波这个司马徽就不战而屈人之兵，内奸直接获胜，对吧？求五个桃，司马徽还有两个桃能救了我们，对吧？还缺三个桃，所以这也就是一局没办法的局，对吧？我们这个头上的这个燃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没办法。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局主攻，这局主攻我们相当于变相的送了内奸。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局主攻，这局主攻也是我们看看啊，就是给大家，反正这种奇葩的将大家可能很少见到，尤其是作为主攻，这样一来可以多看几个场景。好，我们一来一次主攻，这局呢我居然没刷手气卡，理论上应该刷出闪来。好，但是因为我看到我无踪嘛，对吧？摸张牌，哎，你看这反直接就跳了啊！我们先再标一下反，对吧？关云平一看，只要我们选又有这些将，一看就比较像反的。好，我们继续，又一个无踪，这个吕布又直接出无懈，我们也是很亏啊！直接又没闪，又没无踪，啊，又没无懈。好，一个九杀，那么它是一个跳反的举动。哇，这一波一个朱雀羽扇又一个火，直接给我们来了一个两点燃伤，对吧？这下就比较麻烦了。好，到观音瓶，这个观音瓶直接七一个闪不用技能，我们真是看不懂是为什么。但是至少他可能不是反，估计是内奸，对吧？我们先标在那儿。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好，一个五谷丰登，接好嘞。哇，那给反了，他又是一个反。他为什么不杀我们呢，对吧？可能觉得我们血太多了。那么四个反线都出来了，后面两个都是中，对吧？你心中的防线已失陷。这个神吕蒙这个神武将强度其实也就一般了，对吧？好，南蛮我们肯定是不出杀留牌的，对吧？好，到吕布虽然中了兵，一顺出一把刀，直接一个九火杀。这也是非常坑的，他恰巧有距离，还恰巧有酒，还恰巧有杀，这样一下直接给我们增加
四增加到四点的燃，对吧？那么每回合又要掉四，你看我这这个主攻生命又进入倒计时了开始。但是呢，这个元素这个忠诚还是很给力啊，直接连弩配四个杀，把这个吕布直接捅死了。这也就给我们看到了一胜先机，一胜商机，这个生机，对吧？一个过河拆桥，把朱雀羽扇拆掉就没问题，即便让他刷一张牌也没事。好，到我们回合连起来，好，闪掉，没什么，吃个桃掉四血，直接十变成六，这也是非常戏剧化的。这个负面技能锁定技啊，你看他这个配的插图都是红色，都是蓝色的。好，直接一个闪。然后直接把这个，因为主攻他的这个新的皇号技能改变了，就是如果包含这个主攻的，可以把武器下掉，所以他的连弩也没了。好，又一刀，我们没办法，雷煞也只有抵着。好，到关云平，关云平一看这个场景必须要内奸，必须要干事了，一个铁锁烧，杀马良。就下来继续杀，这观音瓶觉醒前伤害还是很爆炸的，今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做一个。哎，这个五谷他都敢开了，没想到刚好就杀。不过马良拿的牌也没用，对吧？所以他对我们的其实也是好事情。好，直接一刀，这个反贼是阵亡了。但是啊，我们这个血量啊，最多还能撑两回合呀、啊。所以这个主攻真的是。主攻兀突兀真的是很闹心啊！请龙眼跃动。好，这个内奸虽然在全力帮我们，但是杀不死人呐、啊，这个人太多了，我们这个血量是以肉眼可知的速度往下降了。好，劳烦大人。慧身是一个相当于变相的限定技，每人用一次，对吧？但是可以独立的。好，我们继续。一半入我手。直接一个借刀杀人，他敢刷起来，没什么，拿了。再一个过河拆桥，把盾给它拆掉。好，这个南蛮入侵就很好了。这个陆逊啊，他在这儿很皮，四张牌啊，观音瓶直接把他坑死。他这么多杀闪，但是没有逃的也不是很亏。好，那我们回合。非常搞笑的是，我们这个屋漏偏逢雷连夜雨啊，五滴血还中了闪电，直接只有两滴血了。好，顺张手牌，冠师符举起来。一个杀，我们肯定不能用雷杀，对吧？神女盟还连着了，竟如此歹毒！直接一掉血，直接就阵亡了。这波反贼，对吧？赢得毫无悬念。没想到这个关云平这个钟也是太坑了，因为我们中那个闪电，实在是伤害，实在是受不了，对吧？否则再刚一个回合，说不定还有点变数。好，这个主攻看完过后啊，这个太闹心的视频看完了，我们来看看别的。后面的就比较精彩了，又精彩又有趣。好，我们来看哈，我们这一局是一个忠臣。我们刚才说过，兀突谷这个武将啊，他没什么输出能力。作为普通军争局，主攻都比较弱的情况下呀，你选个这个当中，你会被骂的，对吧？或者你选反也会被骂的。所以总体说来呢，我们只能选这种本来就比较不招人待见的主攻，比如袁绍，他在这儿放箭，哎，那我们就苟得住，对吧？坐收渔翁之利。好，我们来看。全都去死吧，直接一个放箭，那我们直接掉血，闪一定要留着火焰伤害，对吧？我们前面说过，一放，好，没想到这个郭嘉是个钟，那么这个游戏就简单了。这个曹睿他一判给自己，我们看不出来他是什么。好，继续，又判自己，继续放箭，我们继续掉。哦，这个张春华我也是真的服啊，气的四张都是些什么牌呀、啊？好久都不刷一下。好，反贼死了一个了，我们很高兴。继续放啊，我们继续掉血。我们现在血量掉得多有好处，对吧？等会儿回合一开始，万一来个 AOE， 对吧？直接就帮主公统一天下了。好，又一个放箭，这个曹王内奸已死，那么就简单了。后面三个反贼，对吧？好，我们要救下郭嘉，继续让他摸牌。他这不太可能是反，否则也不能演成这样，对吧？好，这个袁绍还是很能这个很有克制的，没有继续放，因为毕竟他现在放的话有可能把郭嘉放死，他如果没有逃酒的话。我们没得动，我们继续，对吧？就冷眼旁观就行了，什么都不用干。曹睿一判自己又摸牌，很伤，回不了血，又一个乐不思蜀，不卸掉，只能给董卓，什么都没得干。上能明辨。好，这个董卓
要小心，黑桃是九，对吧？一个九杀，哎，这个袁绍还不错，有一个桃，有一个闪留着的，这样也不至于血量太低。由于我是群，他的手牌上限还加，对吧？他自己也是群啊，所以他能留七张牌，哇，可说两倍的群势力。好，这个郭嘉自己火攻自己，然后一个九火杀，这个有点亏啊，因为我们还强行加两个燃。对，这个刚才忘记说了，这个雾突虎的这个战功啊，就是一回合结一局游戏胜利，没有一个燃就能获得战功。那么这一局我们显然是不能得到这个战功的，对吧？全都去死！因为有些时候雾突虎在活动中你也可以拿，所以你可以获得他的战功。可以看到他这画的还是很传神的，是吧？这个总体说来，头上有角，对吧？这个什么吃蛇，这个都是《三国演义》原著里面的记载，就是吃什么凶蛇恶兽为饭，然后身上长有鳞线等等。说白了就是一个未开化的野人，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对，还说一点，我们先开下一局。这个赵云当时还在已经挺老的时候，赵云还在跟魏延说：“你我征战一生，从来没见过这等阵势，就骑着大象打架，对吧？”但其实《三国演义》里面兀突虎那个人员演的不太像，因为太瘦弱了。大家可以回去看，应该选一个又高又胖的，是吧？超级大胖子，对吧？相扑那样的模样。好，这一局我们来看啊，这是为数不多的唯一的一局，我们选了一个反贼。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反贼啊，那肯定要刷牌，一定要刷出一张我们的核心牌南蛮入侵。这一局也是非常奇特的一局啊，我们先往后看。这局是一个借刘备主攻，然后将面分析一下，布置跟刘备，对吧？总体出来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孙尚香呢跟刘备也还行吧，可以标一个。太史慈呢可以跟刘备有很多互助，对吧？他的拼点和杀他也比较偏忠诚，然后其他武将的中反雷皆可，我们先不管。好，刘备直接过，杀。这个左慈直接跳反，火攻杀一个乐，那就是绝对的反贼，对吧？缥缈莫测。好，到孙坚，这个孙坚直接来火杀我们，我们也没看懂啊，那就是一个跳中的表现，我们先给他标在这儿。直接给我们燃加了一个燃在这儿摆着，这就很伤了，对吧？我们狗都生命又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只不过就是这个沙漏啊滴得比较慢。好，我们这个无懈啊，虽然看到我们有这么多无懈，但我们把它捏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毕竟就是个吕蒙，对吧？有吕蒙的属性，所以那就不用管，我们无懈留着对乐师属这些用。好，这开始十一杀呢，他确实就是一个忠诚，神光不灭，心里也有可能是大家都觉得我血多比较像内奸吧，否则太史慈为什么要瞒他，对吧？我们也没看懂。可以看到啊，这局这个布置实际上是一个反贼，对吧？我们摆在这儿。好，这个孙尚香去连，那他确实就是一个忠臣，那我们直接帮他打无懈，对吧？知天意，铁锁连环。好，他这又铁锁连环，那么肯定是一个忠臣的表现。我们直接三个无懈都强行用掉了。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他也不开主动乐，那有可能是内奸。哪位将军替我拿下谁我军无人乎？感觉到诗人不舍，来我大汉立国之本。太史慈作为刘备的临终，他都不杀。好，这一波一看，我们反贼已经阵亡了一个，这下就比较难办了，对吧？而且我这还平白无故被队友打的来了一个人。好，我们继续。现在目前只能囤牌求内奸，对吧？请助我一臂之力。好，太史慈一个拼点杀两个，那我们直接掉血，对吧？毕竟掉了血，后面南蛮才能出战大血。不了这。好，这个最后一张闪一定要留下，最后一张闪一定要留着，留给火杀。好，这个孙坚被他杀成这样，我们也是觉得。总体说来应该杀布置哦，不过人王正常杀不了，我也没办法。好，一个定判把连弩定掉，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把大家的武器都收拾干净。兄弟难为，从此两火攻。好，这个孙尚香一个火攻，攻我们肯定是对的呀，没有攻城。天下大事，好。这个诸葛亮顺了一下刘备，有点像跳内奸的，我们可以给他标的。因为我在你忠诚没必要嘛，刘备会给你的。
对吧？你就捏着。好，一看我们这个核心牌啊，这个布置也是因为知道我们可以囤牌，又来了一个男男入侵。好，直接一个铁锁加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是个内奸，而且他要判也判不到我们这儿来，对吧？他，所以我们敢于挂男挂，敢于挂闪电，两个闪电。好，太子持一个判一个拼点，无话可说，冰柱。好，诸葛亮直接救了布置。知天意，逆天难，终生有九杀闪。好，直接一个九杀，那继续跳泪。同心同德，救困扶危。继续，这个三人刷牌是不错呀。他给两张，他给我一张，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孙坚脸还黑，打得又烂，脸还黑，中了闪电，这下反贼又一次更崩了，对吧？只剩两个了，那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也只有杀刘备，对吧？好，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随着轮数的增加呀，我们这个南蛮技能就要开始考虑用不用得出来了，我们就要慢慢来，对吧？我们就要看好一个形势。好，这一波一杀布置一个九，自己把自己救下来，然后诸葛亮下大事。好，诸葛亮直接换了刘备，没有办法，因为南蛮有点点可以论，作为内奸不应该这么打，但是毕竟他打不过了，对吧？他就筹组筹势两个忠臣。那也无话可说。好，直接一个决斗被无懈掉。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考虑啊，总体说来这个南蛮呢，因为我们回合还没到，还要继续再等。由于我们这个决斗啊，我们决斗用出去了过后，这样可以把一个人的杀排干净，这样南蛮可以用，但是呢被无懈掉了，没办法。我当时想的是什么，我直接一个决斗过后，今后刘备一枚手牌，我直接两个南蛮一下掉两血，一下掉两血，不就结束了吗？对吧？好，尔等竟如此歹毒，这一下过了刘备就已经轮数就马上就要高于我们了。这个太子持直接过，他是中了乐吗？他没有中了，他应该至少 拼一下点，对吧？好，这个孙尚香把我们丈八拆掉，我们现在就非常怕对方过河拆桥，顺手牵羊把我们南蛮搞走，对吧？好，诸葛亮一个九杀，然后一下，这波操作还是很溜的呀，直接一个九杀过后，但是被刘备强行给一张牌破了，估计还给了孙尚香一个火杀，直接一个借刀杀人，哦，直接一个激将，孙尚香一个火杀，诸葛亮就要死了，诸葛亮心里肯定更恨。好，这波看好了，我们血量五，轮数六，那么我们汉勇就来了，汉勇有两个，那么一来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啊，因为他毕竟有个激将，但看孙尚香有多少杀，刚才出了一个火杀，我们估计他杀应该并不多了。好，我们来南蛮入侵，哪位将军一下，这个太子慈其实有杀了，不知道他刚才为什么没动，他出了杀，这个孙尚香没办法，只有流杀，为了给刘备激将自己掉两血。再来一个南蛮入侵，这个诸葛亮的藤甲反而救了他，一个南蛮再来，这个钟又掉两血，孙尚香直接一兵死，没办法继续吃牌，没办法自己掉了，铁锁连环一流上，一个雷杀，死一个，死两个，直接已经阵亡了一个。好，这一波我把自己连进去，其实可以把诸葛亮连进去的，理论上让诸葛亮死啊、好，这一波拼点一个决斗，那我们肯定继续杀。嘿，这个最后一个忠臣自己把自己干死了，这也是没办法。不过呢，因为刚才刘备对诸葛亮太狠，诸葛亮本来内奸他是有戏的，但他直接这一波古定刀拿来，直接一刀就把刘备剁了，那么游戏就结束了。这一波呢，我们也算赢得有点狗，毕竟这个作为反贼不是很强，对吧？也给大家看看两个南蛮的超级大翻盘，对吧？两个南蛮，这个南蛮都是两血南蛮，两个南蛮掉，你看掉了多少血，我们可以刚才再计算一下，二四六八，掉了八滴血，两个南蛮。好，下面就开始我们精彩的内奸局了。这个内奸呢，我们在开始之前我还是想给大家稍微说一点点，因为毕竟内奸这个身份呢很多人不喜欢，很多人拿这个托管，这其实没必要。三国杀你玩的好不好要看内奸，你玩三国杀牌品就素质高不高也要看内奸，对吧？还是奉劝大家一句，内奸拿着还是好好玩，对吧？内奸有很多学问的，选将，从选将开始针对主攻，对吧？你就有很多考虑的，包括技术也有很多考虑的。
这个我们后面我准备在诸葛诞那一期里面我们再好好说说。不过兀突谷正由于我们前面说过的，就内奸呢，你一方面你要很能苟，对吧，嘲讽度比较低，如果你太强了，你被对面反贼激活，那反贼也亏，你也亏，你又坑了反，你也坑了自己，对吧？所以你一开始你不能想让反贼激活，但是呢你也不能太弱，你太弱你收不动全场，对吧？那你收不动全场，你该制衡的时候你没用，对吧？那也不太好。所以总体说来呢，兀突谷恰好就对这两者都有好处。为什么呢？首先他有吕蒙的特征，这个吕蒙啊每回合摸两张牌，兀突谷也摸两张牌，反而他还能出杀，所以他总体说来已经不太输于吕蒙了。因为借吕蒙呢毕竟能看牌弃红桃，但是呢兀突谷没有那个技能也还行，尤其是他还毕竟他还有一个技能悍勇，对吧？你囤牌囤了，吕蒙就必须要吃连弩，但兀突谷可以吃 AOE， 对吧？尤其 AOE 一下子可以打一片，所以这都是他的优势。好，我们先闲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这一局呢。我们八号位兀突谷，其实八号位对兀突谷其实是好事情，静观其变，对吧？但我们刷两波想刷 A 没刷出来，可以看到刷个铜甲真的是太气人了。好，借曹操主攻，那么刘峰这个二号位其实还不一定明反呢，不过他一跳就跳了，那就是一个反贼，对吧？好，杀曹操，曹操摸张牌，借曹操无话可说，这个华佗一下弃牌呢，他就是一个忠臣。好，黄月英拆一下兵，那么就是一个反贼的表现，对吧？其实黄月英作为反贼对曹操来说其实不是很亏的，你火攻决斗这些东西曹操都能拿回去。好，又一个跳反的直接落住，好，又一个反贼直接杀华佗。他杀华佗其实对我们有好处，毕竟华佗很难死，那么这肯定就是一个忠臣，对吧？作为一个内奸，大小乔今后我们肯定要做的，我们现在先放在这，挂一个人王盾什么都不干，继续道士所向。好，曹操被勒住，张角换了一个桃，很帅，一刀杀，大乔小乔救下来，直接又一个弃牌，这还是很划得来啊。一个九杀，由于铁锁连环的九杀啊，这一波黄月英九杀，那么这个华佗估计是救不下来。好，忠臣有人阵亡，这对我们是好事情。好，黄盖继续红杀，杀主公，主公肯定摸牌，但是他没别的杀了，否则其实可以考虑杀一下张角，黑的杀了，因为红的不能闪啊，不能去杀张角。好，无中生有一拿，这个另外一个无中呢我们留一下，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无中生有无太多了，一方面这个目标太大容易被人这个集火，对吧？或者中一个乐，我们不如先把这个无中囤着，反正你每个回合都能用的。好，一个乐中，我们不想吸引火力啊，让反贼去乐曹操比较好。这波好，到黄月英决斗大小乔。这波你咋不上天呢？他这波去杀一下刘峰，我们没太看懂，没必要啊。他想收其实没必要。好，一个杀一个雷电劈，黑桃一劈，嘿，没想到这个大小乔他还是很有想法的呀。他这个手里是一张红桃牌，我现在以为他没办法用天香，没办法弹，没想到他真的是弹，他知道要弹张角的牌，对吧？当然反贼也很机智，他不去打我们这个内奸，十五点血，你看他是满血啥都没动，满血八张牌，三个回合，对吧？摸的牌就用了一个人王盾。谁说女孩子不能上阵杀敌？好，这波看好了，大小乔直接用他的大招，三张牌全部掉两血，张角把牌一下把这个救下来。好，这波就是我们表演的时机了，可以看到我们手里可是留了一个火攻的，还留了一个铁锁的，看到对面也有一个藤甲，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反贼连起来了。好，好样的。那么我们说了，我们特点最大的特点就要来了，我们这无中你看没用又用上了一个铁锁连环，把两个人连上，然后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血多我们什么都不怕，铁锁连环连上自己，直接一个藤甲一穿，火攻自己，没人无懈，弃一张牌，两血，求两桃，来三张牌，又一个求两桃，来三张牌，又一个求两个桃，三张牌，又一个求两个桃，三张牌，继续这个地方求两个桃，他自己还有一个藤甲，直接掉四血，直接我们这一波
杀了一二三四四个反加一个钟，对吧？这也是那天我玩以来最奇葩的一局，那么就打他了。那一打一那不简单吗？对吧？直接一杀，曹操摸牌，我们手里还有顺呢，直接一顺，一顺破坏他手牌，顺过来，继续顺，先拆后顺，对吧？吃一个桃，杀一刀，木马根本木马都不用装，我们血量十次，虽然有两个人自己造成的，但我们手里十张牌，对吧？我看他怎么打。我们现在比诸葛诞还厉害，对吧？诸葛诞觉醒过后还要获得这个叫什么崩坏，对吧？远比什么什么诸葛诞啊，什么董卓这些好很多。好，这波我们也没急着杀他，我们直接过，我们先看一下他怎么动。郭在叫拆张手牌，什么都动不了，对吧？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直接一杀他闪掉，那么他还一滴血，看他怎么打。好，这个时候要把木马用起来，因为我们牌比较多了，直接一个决斗游戏结束。好，这就看出来啊，我们这个兀突谷啊，大家只要能苟住，只要能赢得，好啊，这是赢了这个兀突谷的皮肤，对吧？好，我们继续。这第一局那天玩的总体说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对吧？毕竟有一个铁锁配火焰伤害。好，这第二局内奸就更加精彩了，我们继续啊。后面几局内奸都是昆梦去玩了，估计是近百场这个非常精彩的挑选出来的。好，那我们还是加快一点。这一局啊，我们又来看，这一局又是奇葩，这个对手蔡呢也变相的帮了我们，对吧？好，这个主公张春华主本来是一个本来比较厉害的，对吧？这个借大桥总体说啊，标准大桥总体出来是一个比较偏反的，玫瑰和乐主公，对吧？李儒和鲁肃这些都是比较偏反，但是鲁肃呢，毕竟张春华主他不是很怕，他倒反而比较偏中，因为一换牌张春华可以摸更多的牌，对吧？李儒呢，总体出来是一个偏反的角色，别的人呢都不太好说，对吧？好，我们继续。南蛮入侵，祸害为恨，杀杀为上为上。当至无情杀，父亲快走！好，他直接是盲朝王，直接还灌是虎都灌了，这么去这么大的仇，好，果然是反贼。胡阿哥说，顺手牵羊，朝王直接杀下家，这个举动有点让人看不懂啊！杀他没有用技能，那么他就是一个忠臣。暗绿，该当连坐，看你们再往哪里躲。首先乐鲁肃，然后直接用他的把过河拆桥放在排队顶，用他的灭迹把鲁肃又坑一波，那他反而是一个忠臣，对吧？好，我们那肯定要弃牌，火焰伤害我们不敢受不了。第二决策继续掉血，那我们只能顺他了，没人可顺，对吧？顺一下吧。好，我们现在囤住苟住内奸什么都不动。好，鲁大师没有用技能，哦，他用了技能摸了四张弃了两张。好，这个神诸葛呀给自己上了一个雾，好像也看不太出来是个什么，他是不是乐了张春华，那是一个跳反的举动。好，我们继续。这个马超啊，这个马超一介凡人，我们还是出镜一下好友。他损失的体力是他理论上应该多选一个人的，但是估计是没有看到，他理论上可以杀两个人，那么他是一个反贼，对吧？跳反了。好，我们继续，因为我们毕竟是内奸，前面两个忠臣已经出来了。休息吧。好，直接勒住。杀。交给你了。又留离给主公，这个朝王也是很坑啊，对吧？好，这个勒直接先过。必死无疑。一个决策。好，我们现在啊，其实总体虽然有点怕鲁肃的，他摸了牌过后理论上可以换我们，但是呢他没有想换我们，一折是换不动，我们只能要不呢就牌很少，要不呢就牌很多，所以你看我们牌一多了过他也不太能换得动。不过他要换其实可以跟马超换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坑我们，他把李儒直接换过了，估计他两百级应该看出来我们是内奸。好，一个铁手连环连起来一个火攻，他直接这个神诸葛也是很厉害啊，把两个反贼都保护起来，马超没有牌可用，一个顺被无懈掉，继续无懈。好，木马一传又一个南蛮，那我们肯定要掉血，对吧？否则满血这个等会又死不了，技能都用不了。好，这个他的伤害不是伤害呀，神诸葛即便有大物也没有用，对吧？他是体力流失。好，我们赶紧把自己不卸掉，免得等会火杀来了，对吧？麻烦。好，又添过这个大桥的乐也是有点让人服啊。好，大家集火神诸葛。无中生有。
好，我们继续苟住，什么都不要干，对吧？现在这个形势还是比较军事的，父亲快走，出来，有我殿后。好，一杀琉璃。这个曹昂估计是牌有点差了，他居然对大乔他也用的那个剑，给他张牌，对吧？好，诸葛亮直接一个万箭齐发，收掉了队友，无话可说。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牌还是挺好的。休想跑！身伤严将军，好，这一波你看谁杀你给我说。好，杀两个人。这个你对张春华你都用，可以看一下，这里一定要停一下。张春华一般不要用刺中剑，这样他可以弃掉一个不卡手牌的牌，对吧？但他卡了手牌，他就用不了技能。但我们还是求稳啊，我们还是救了。理论上我们其实可以不救，就他应该也逃，对吧？好。一杀，心伤四伤官，直接一个冠军挂掉。你这波我才救了你，这波我挂绝对没完，这一战无敌。伤伤好，又有大师，看我心随情碎，身伤地狱随伤。你很皇后啊，他的这个，因为毕竟司马懿的老师是吧？好，这个南蛮入侵，我们肯定继续掉血，无话可说。鲁大师直接被收掉，你收下我的膝盖。他这无懈其实可以帮你，就是帮张春华杀。好，来杀我们，继续掉血，防火杀，对吧？好，传给木马，传给张春华。我们直接收下我的膝盖。直接我们先把木马拆了来，毕竟木马太凶了。直接一个决斗，把李儒干掉，对吧？要平衡一下。乱世之中，然后铁索连环把这个点掉，把这个最后的钟。把曹昂父亲快走，有我殿后。这一波呀，我们就没看懂了。估计是这个神诸葛，毕竟是160多级，他没看清楚。他直接去一个九火杀，然后铁索呢把自己和马超还连在里面。好，忠臣死亡，他把自己杀掉，把马超也带走。我们直接内奸跟主公决斗。好，实际上真正我们这局精彩的地方从这儿才开始。张春华是公认的很强的主公，对吧？一般说来，他这个卖血流都很怕，而我们这种武将没有技能，但是呢，我们一直藏了一个连弩，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个吕蒙吧，对吧？现在就是一个 A O E 很强的吕蒙。好，我们继续苟，我们现在毕竟牌还比较差，打张春华必须一波按倒。两人的时候也就别怕这个铜甲了，摸到火杀和火攻的几率不是那么大。好，我们继续流闪，毕竟我们要想着要想翻盘，一定要靠 A O E。先把加一码拆掉，对吧？等会儿我们才能杀。这个八卦我们都可以再说了，毕竟否则杀不到。好，直接乐中，这一下又让我们继续还是动不了。好，乐中了，又到了张春华回合。又一个觉得我们继续掉血，我们肯定不能跟他拼了，对吧？因为他丈八蛇矛，他可以一直不断的用杀，而且用不出杀的就两张牌，对吧？我们就废了。好，继续掉，没想到又中了一个乐不思蜀，这样就很坑。好，一刀杀，我们接下来要考虑闪一下了，毕竟我们血量有点太低了。好，他吃了一个桃，这一波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看居然来了一个万箭齐发，这是最核心的。好，这一波我们就要考虑很多了，因为张春华总体说来，你要是想刷牌，你手里最好是留桃九，可以绝对用得掉的，闪呢也行。我们呢就只能赌，因为你要考虑他的心思，他毕竟有个八卦阵，他有闪他肯定要扔。你看他刚才扔了什么，他确实就弃置了闪。但是呢反过来假设我们现在先考虑一下，我们顺手牵羊先把八卦阵顺过来，对吧？什么都不说。好，这波当然你已经看到了，我是先操作了万箭齐发。可以思考一下呀，假设我们不出万箭齐发，我们先杀他一刀，他估计掉血拿一张牌，他很有可能就能摸到万箭齐发，摸到闪。我们再杀他，他有可能出闪，有可能不出，那么我们万箭齐发就打不出伤害。我们的核心爆发一定是这张万箭齐发，所以我们要打，我们直接万箭齐发开路，这样就赌他手里，我估计是没有闪的，估计有可能是一桃一九，对吧？很有可能是这种牌。那么我们一个万箭齐发，他直接掉两血，直接处于濒死，那么后来我们就有可乘之机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牌啊，手牌全部已经囤成杀了，就为了这一波，对吧？毕其功于一役。万箭齐发，果然他直接一下掉血，藤甲军从无对手，主公直接掉两血，摸两张牌。好，他果然吃桃，开始杀。好，他又来一张杀，继续，你看你有多少桃，再杀，再来桃，再杀，直接阵亡。也就看到我们这波
精彩的地方，雾中谷的精彩的表现其实是从后面开始的。不过前面呢有一个反贼帮了我们，我怕过谁对吧？我们藤甲军从来不怕啊，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的作画还是很有趣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局，最后一局又是一个内奸。这个昆木君讲了这么久啊，都已经有点口干舌燥了，咱们再看完最后一局。这一局呢也是一局挺有趣的局，所以我们把它放出来。好，这句啊，刚才说掉了，居易坐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也不能出场，所以居易也是比较克制雾出谷的。好，我们直接开始。这局呢，我们内奸，我们居然没有刷什么手气啊，刷了一波手气卡，开始打脸了。好，我们也想了，这个手牌还是不错的，对吧？过拆还有逃，好、啊，什么都不动。这个居易一下就去打这个曹休，一个节奏掉两血，再一个杀不能响应，对吧？一下就把他打废了。其实我的话，我会去忙马超。这个居易直接，这个曹休直接弃牌，我们有没有看懂啊？他是中了乐吗？没有中乐呀，对吧？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好，我们什么都不动，直接过内奸屯牌，对吧？我们不知道曹休是什么，他这样弃牌有点像忠臣的，有点像，对吧？这个破罐子破摔的忠，因为他是反。那么主公打对了，他该继续干事啊，他什么都不干。那么很伤的是，直接他真是一个反贼，那么就是心态崩了，对吧？好，那么这个关云平是一个忠臣。好，我们继续，他去杀这个嵇康，嵇康直接给他强行用血换装备，对吧？这是嵇康最喜欢的事情。一个南蛮入侵，那么我们肯定掉血。记得呀，再次强调，雾出谷要是卖血流，对吧？大家别忘了，血太多，只要不要火焰伤害，那么他就是一个天下最大的卖血流。好，秦壁。秦壁这个武将我们肯定要做的镜头，那么是一个反贼乐主，这是一个反贼乐主，那么他是一个忠臣，对吧？好，我们是内奸，电马超直接一杀，那么你很难有人挡得住的，对吧？好，居易中了乐，到我们直接骑个马，因为毕竟骑了马，这个有些人就打不到我们了，对吧？当然很多人还是打得到的，结果好，他去火攻这个秦壁，我们没看懂啊。总体说来啊，当然秦壁也还是挺强的，可以把马超先考虑盲掉，因为秒掉，因为马超毕竟对吧，伤害高。好，又强行让他用血换装备，对吧？到嵇康，嵇康乐没有中，一个乐住，一个这个过，是一个逃，又让强行让关云平用血换装备，对吧？嵇康这个武将今后我们肯定也要做的，挺有趣的。他这一波两个人没看懂啊，掉血过后他为什么要杀一刀嵇康，对吧？然后嵇康还让他判掉血换装备，我们就只能暂且理解为秦壁享有装备吧。那你这个赌的也太大了，万一赌个防具出来不就亏了吗？还掉一滴血，掉两滴血殿下。好，一个连住，他这个火焰伤害啊，就明显是想坑我们，对吧？你明明可以连左慈。好，关云平阵亡，这对我们是好事情。我们现在呢有一个两个燃也还行，毕竟我们想有技能，对吧？否则连技能都没有。好，帮主公无懈掉，主公摸牌，七个九杀掉两血。其实这一波呀，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武将啊还是很克居易的，因为我们在这屯牌有个吕蒙在这，他永远用不了他那个技能，对吧？好，我们拆他一张手牌，因为毕竟我们想把他收掉，对吧？我们拆他手牌过破坏闪啊逃啊。好，一个杀不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吕蒙啊，这个手牌上限13还能摸很多牌呢，对吧？一个火器直接阵亡，那么很好，我们没必要救啊，毕竟 对面反贼势力还是比较强的。好，左慈继续去杀秦壁，这个秦壁哦，秦壁为什么不用判拼点呢？我们都没看明白。好，不管了，嵇康还在相当于变相帮我们杀中，这是很好的。要是等会儿我这个一显出来是中的，反正不是都要哭了，对吧？对呀、啊，这个嵇康也在问他为什么没拼点。好，我们继续。到我们回合，白银狮子一装，毕竟可以回血，对吧？战火燃尽英雄胆，对吧？直接掉血。好，这个左慈直接来了一个巨战，这还是很皮的呀，对吧？直接一个过拆无懈掉。直接秦壁开始杀主公，激活主公，他毕竟没有武器，杀不到别的人，对吧？好，主公直接一个九杀，拼点这个居易有 K，
这个他这个拼点呢太亏了吧，他要是不拼点可能还能救，他毕竟古定刀呢离拼点裸奔对吧，他可能觉得自己拼点能拼得赢，他可以用排队下面的牌呀，这些操作我们都没看懂。好，这波肯定要杀左慈了，毕竟反贼少了，直接一个巨蛋让我们摸张牌，不能对他不能再指定他。好，我们继续到左慈，这个左慈一看我们这个内奸也是没办法的呀。好，一个火杀，好，直接给我们又给我们加了一个燃伤，不过不太亏了，嵇康直接用技能让他流失一点体力对吧，不亏。好，把我们勒住，连嵇康下家都不勒，你不怕他给我拆掉了吗对吧。哦，因为他有锐孔，直接一下三拼过二，我也是真的服。好，一个南蛮入侵，嵇康要死，我们救回来。这个嵇康也是很配合呀，直接他回一血把左慈强行让他没有对主攻，因为嵇康他回血可以对任何一个人用技能，掉血只能用伤害来源对吧。好，他继续搞这个嵇康，这个主攻啊这个时候其实该制衡的，该杀我们的，否则他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对吧。好，这波没想到我们虽然没救啊，这个嵇康有一个九，其实这波我们肯定不该救对吧，我们就想看他杀了我们单挑主攻，我们肯定能赢，这个主攻血量太低，但主攻掉血我们肯定要救。没想到这个主攻真的有逃，他居然不吃，看到没有，这个心机真的是满满的，一刚他刚掉了血，先是大概他居然不吃来骗我们逃，他也不怕输了看来。好，到我们回合直接顺手牵羊，那么顺手牵羊我们想暂时留一下金头会用。这个你看又出现了奇葩事，这个反贼啊，你要帮累你就帮个底嘛，你去绝想帮主攻，不过主攻也两滴血了，也没太大用了。好，直接一个火攻，我们牌多肯定能扔对吧，把桃吃了免得被顺，小豆我们吃没吃，吃了对。好，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借刀杀人，但因为我们没有闪我们就没有用这个。好，雷杀我们没法响应，有伏技掉血。好，但是后面就简单了对吧，一个借刀杀人我们直接一刀杀，他有闪，好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古定刀挂上，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点伤了，一下掉二过只有五了，本来七张手牌上线嘛。好，顺不到，直接还是至于刀杀。哎，这波就结束了，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是运气与技巧并存对吧。好，这个玩了这么多也就给大家说这个乌突谷这个武将啊，希望大家能有机会都能玩玩对吧，然后享受这个游戏的快乐，然后欢迎关注空中区的其他解说视频。好，谢谢大家，再见。